Hello， 你好，我是小方块。OK， 那今天呢，就是来做一个超简单的弓，应该这样讲呢，是弓哎，真的是一个同心未泯的系列，材料全部拿过来了，很简单，很简单。OK， 就是胶带，然后这种缝针的线，然后剪刀还是刀片随便你，然后两张纸 A4 纸，然后一个透明胶带就可以了。OK， 非常简单，我们现在来快速来拍一个影片。先放剪了，赶快冲一下我的片量。现在来折一个正方形，正方形很简单，就是一个三角形折上去，这边长方形刀片割下来，或者你要剪刀也可以。两张纸都要这样做。OK， 我们不要浪费纸，我直接用我以前那个做口罩印出来，印失败的纸来做。然后呢，非常非常简单，其实这个有点难呢、啊，因为我以前要学这样子卷的时候有点难，就是这个呢，沿着这个角线就这样卷上去，简单的就是这样。其实我不懂做一步的意义在哪里，如果我用那个平常的话也是可以哦，为什么要多加这一步呢？然后就是这个粘起来，另外一张纸要这样做。这是我去年的 project， 我去年的纸还留到现在。你就得到了两根铅笔吧，看我讲什么。那如果你们知道，如果我这样子折上去的话，中间一定是最硬的，旁边的话会它慢慢软去，你就把旁边软的地方就给用剪刀剪掉。然后呢，你会得到相对比较硬的一个棒。然后呢，有两根嘛，我觉得是最好两个一起拿啦。然后就这样在前面一点点的地方，这样稍微的折下来，不要折太过哦，加太过也不好看，还是这样，因为我觉得好像折太短了。这个长度呢，就是你剑那个握的地方的长度了啦，所以自己看你看你自己怎样发挥了。我刚才好像折的有点太短了，所以我现在再折长一点，差不多了。然后有两个这样弯曲的，你就这样两个这样合起来，然后用，我是打算用这个啦，因为这个黑色的当做装饰那样比较好看一点点，就用这个粘起来了，而且刚刚好这种黑色胶带也比较粘一点。哎呦，粘得有点丑，我不知道什么，我看到影片里面可以粘得这么美，我这个粘得这么丑，不用紧啊。可以就这样子两根合在一起，然后可以凹起来的。然后这边呢，为了让它好看一点，你尾端要有一点就是这样折下来一点点，就感觉这种要凭感觉的东西啊。来个尺寸不好吗？那我量好就不好吗？然后尾端这边呢，你不是压去哦，就这样压去，你会捏扁它吗？捏扁它，你中间用剪刀剪出一条线出来，让你等下上那个弓的线的时候会比较方便。然后现在来到我们线出场，线我的线不薄，然后线你就也是随便自己抓一个长度啦，但是一定要够长哦，宁可它长不要它短，不然会怕你那个底下弓要绑很紧，我觉得会很容易坏掉。然后呢，你就在这个弓这边，你不是有线嘛，绕一圈绑一下。感觉我今天这个有点烂，我每次不敢讲我这个自己是教学，可是我又拍得好像教学这样，因为我怕我拍教学好像很烂这样，自己做这么烂还拍教学，所以我每次不敢讲这是教学。可以转一个圈，然后你可以从这个上面这个中间那个刚才用剪刀剪的裂缝那边，从中间这样下来。 OK， good good good， 中间这样下来，然后到下面也是绕一圈这样，然后绑上去。这边风扇又吵，外面又下雨，现在是怎样对付我是吗？ OK， 我应该是绑好了。 OK， done。 然后这个多余的线剪掉。 Yeah， 拿一根竹签，不要往 有人的地方射哦，这样子干很幼稚耶，为什么拍这种题材呀？哇哇哈哈，为什么那个影片里面威力这么大，我这个威力这么小呢？ Cannot but little，真是有一点点奇怪咯。我小时候好歹也是买过这种玩具射箭玩具的，为什么这么烂呢？哎，你怎么还在我手上？哎，你怎么还在我手上？感觉威力不是很大，又是一个失败品吗？我们找一个东西试一下。我找了一个纸盒，我跟这个纸盒之间的距离 OK， 大概有300米这样。来，我们准备了三个箭弩。
还是近视，忘记了三个 OK 了，就是 BBQ 用的那个了。来这边，如果我三件之内射不到这个，这东西就是一个烂货。它烂不代表这个底站这东西的烂，只是我做烂而已，就是插不进那个纸盒里面的话，今天这东西就是失败品。OK， Let's go。OK， 第一件没有射出去不算，感觉这个要坏了。等一下，我连发射都很困难。OK， 我想试啊。第二件是我故意射进还是怎样？哦，第一件成功发出去，它没有中到。第二件。Maximum Fight， 哎，他真的射上去了哎！虽然说只有他投一点点而已啦，不管不管，第四件再来试一下。Sorry， 来，哎塞，射上去了，不管不管，第现在第几件啊？第五件，我刚才那件是不小心发出去的，来，哎塞，三件射上去了，来，近一点，特写。来，先看显示我的装力。来，把尺看那个进去多少。这把尺你们看没有很大哦，其实差不多有一米这样的尺。来，这样出来，来量一下，进去差不多有，看一下啊，差不多有60米在里面这样。嗯，没错。来看第二把进去多少？嗯，30米。来看最后一把，50米。嗯。枪枪到位，枪枪中，看来就是一个很成功的设计的。Yeah， 如果你想要看更多这种题材，应该有什么人想要看这种题材哈？看这种题材的话，就下方留言告诉我，我会找更多这种东西出来。那今天的影片就结束啊！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就把点喜欢，如果想要支持我，就对我吧，拜拜。